我觉得他很搞笑，然后我也是一个很搞笑的人，所以我想跟他在一起，就觉得会很开心。在一起。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伤心，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伤心，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放肆，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伤心，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后面就是跟雪儿接触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她是一个很傻很可爱的女孩，而且在跳舞的时候还很帮我，因为磨合磨合就觉得两个人这个东西是 OK 的。对啊，一开始就是有点也是很害怕嘛，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交流，就是需要去磨合嘛。慢慢的之后就会发现她其实内心也还是挺需要那种大家的帮忙或者安慰她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包两岸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跟随感觉爱一次，开始相信我会奋不顾身的去。OK， 来，拜拜，拜拜。